我的妈呀，一觉醒来同学们都不见了，老师也变得神志不清，我得马上离开这是非之地，使用缩小药水从缝里钻出来。糟了，大门被锁了，需要先找到钥匙。我老天，学校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大家都变异了？而且我发现这两个按钮被故意破坏掉了，有可能是解救老师跟同学们的关键。蛋宝们快帮忙点点羞羞，解救老师和同学就靠大家了。这里我们小心一点，泡在盐僵池里的变异蛋已经升级成火属性了，稍微被碰到瞬间就融化了。快跑快跑，这些变异蛋太诡异了，幸好前面的路还没被变异蛋彻底毁掉，我们才能顺利的通过盐僵池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球场上还有进化成强力炸弹的变异蛋把手，快逃，被炸到就会跟他们一样了。仪式主任，不对，快跑。嘿嘿，东东阳，你跑不掉的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在背后搞的鬼，我现在去找警察来抓你。